李所长，哎，你看这种案子，考虑一下，运气的还不太踏实。现在地上净的六千，我看你能不能做？做出来算了点情，主要这个现场现场的东西，你说，你像民工朋友啊、打工的啊、吸毒的，紧急的尤其是该保护啊，去项目管理，重点排查一下，好不好？孟文琴，案子发了以后，现场我都没去，我就没发言权嘛。李师者。 一会儿吃过饭以后啊，他们几个去复查现场，你跟着过去看一下。对，这个光听技术上讲呀，有时候这个理解啊，就会偏差。对对对。那樊清，我几次联系你？两队看你说你是甭管他洗脚寻死案件的，有啥情况咱给你不说。那是拜托了，谢谢啊。哎，赵二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放心，问题不大啊，这都安排好着了，啊，工作上事情没问题。 哎，听王玲的父母讲，王玲长了6万多块钱，借据找不到了。哎呀，那如果是这样子，那这个债务人就有疑点了。也就是。那这一次复查，咱得要详详细细的再找一下。就是。刘队，这次的事咱准备真的下查知道的。不是侦查是假的，咱特警工作是侦查破案的基础工作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现在咱不敢再干。 找了这么多次了，没有日记本还好说，没有通讯录就奇怪了。 这一本硬气，一会儿把那些东西全部都带上，好不好？啊，回家查一查。啊，哦，这是跟男的的照片。你看，假如案犯是从门进来，没有必要从窗户再出去；如果从窗户再进来，也没有必要再出去，何况带那么多东西。这个足迹会不会是案犯这个用来这个布衣针？ 来专业咱们侦查视线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嗯嗯，对不对？我到外头去看一下。行，你去吧。行。Finally. Finally. Alone. Alone. Thank you.
咋回事？给现场烘托气氛了。咋了？咋了？这么大箱子，啥情况？这么大动静？刚才有硬骨，他慌了呀，跑不前了。你们是管个局的吧？啊，嗯，俺们是莲花分局刑警大队的。管局的，你有啥事儿？我想去翻一个情况。你是？你前天晚上我在屋洗桌子，忽然发现外边有动静，我回头一看了。看看外边有一个人，黑影就是连起了窗子正到屋里看，把我吓一跳。我说谁呀？那就咚咚咚的跑了。好，把我吓得连盆子都翻了，身上倒了火了。你说这是哪一天晚上的事情？大概是25号。哦，老同志，你家在哪住着呢？我家就住在那边。住一楼，一楼。你回忆一下，昨天晚上你还发现啥异常情况？昨天晚上没有，昨天晚上没有，没有。就是刚才我发现外边有拿手电在外边照着，我以为是里边贼蚊子，把我吓的。所以说这两天睡觉睁着眼，还得照块门户。啊，行行，那你忙吧啊，好不好？这咱们真正的再看一看。不吃啥，你负责一边。你是负责的？我是负责的，啥事？俺咱派出所的。啊，是这。我们检查一下咱外部人员的身份证和暂住证。哎，能不能让先停一下？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咱不叫咱找外头。好，这太大，来了。行了，坐不住了，把木囊当西厢。哎，这说不定这里头有啥玩火。你没啥新的发现？没有啥发现。笔记本、通讯录都没有找见，奇怪的很。这都是跟实验室上没有钥匙一样的。嗯，不要紧，咱手机还正在查着呢。把他家书都翻遍了，也没发现借条。行了，好，咱们先回转盘走，回去以后碰到头再说。哎，李豆，哎，抓一些袋子还没有停咋弄？把所有的袋子全部拿上。待会专门做研究。行，把灯都一关。行。这个谁吧？这就是这娃。哦，
这个吧。你这儿最近挖么咋样？这挖头几天前从老家都带来的，好得很。平时也没啥事，早点当睡觉了。有没有夜不归宿的？咱这儿从来没过那情况。你接个电话。不在。刚赢起来，蛮赢。喂，最近没出事。我周小姐。坏啊。老王。赶紧忙。哦，知道。忙去了，忙去了。啊，你说。嗯，好好好，你在家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啥事？王林他爸电话，有重要情况要说。那先走了。呀，师傅在这喝点茶嘛，不喝不喝。是这，你赶紧把这两个单子给他办了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明天都办。快点啊！哦，没问题。那你慢走啊。好。半个月以前啊，也就是这个月十号左右，玲玲的住处啊，被偷过一次。都丢啥东西了？东西倒不多，有这个钱包、BB 机。钱不多，200多块吧。还有啥东西？没有了。像这个通讯录这一类的。通讯录。我请玲玲说过，好像说过，说打个电话也不方便。王玲一般把那个手机、钱包都放在啥地方？都放在玲玲的提包里。那这个提包呢？也丢了，所以呀，我就怀疑当时那个坏人没有进到房间里，而是在窗外用个什么钩子把提包勾出去了。如果他进了房间里，怎么会就拿一个包满足了呢？那你当时到现场看了没有？看了，我当场就找人把窗子夹固了。当时没有报案？没有，因为是个小事情，财产损失也不大，就没有报案，嫌麻烦。我们怀疑是他院子里的一个人偷的。是谁？我们也不好随便怀疑人，可是这个人的三轮车每天晚上都停在王林的窗户下边，有可能看到王林房间里的情况。另外听说这个人有过前科。他以前犯过啥事？听说因为强奸被判过刑。那这个人叫啥名字？哎呀，咱还都不知道人家名字啊。真的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个秃顶，大概四五十岁吧。经办的化验结果刚才已经有了。嗯，这个嫌疑人的血型是 B 型，也就是说有作案动机和条件的嫌疑人，如果血型再对上，疑点就上升，十有八九就跑不了了。嗯。哎，李局，我刚才把现场又复查了一遍，还是没有发现死者的通讯录。另外呢，王玲他父母所说的那一张6万块钱的借据也没有发现。从这个情况看，还是符合熟人作案特点，很可能通讯录是嫌疑人有意拿走的。此地无银300两。这个借钱的人李江，咱们还要好好的查一查。李江家住址已经查到了，会议完了马上去找他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去吧。现在毕竟这个李江只是个怀疑，一点证据都没有，你深更半夜去人家影响不好。哎，陶林所的工作今天咋样了？小姐，你把情况谈一下。据王玲的父母讲，王玲住的院子有一个卖烤肉的，这个人呢每一天晚上把三轮车都在王玲的窗户底下放着，能够看到王玲房间里的情况。据说这个人因强奸被判过刑。我骗个啥？这个家伙原先有个汗毛病。王玲父母所讲的那些什么强奸未遂，那都是20多年以前的事了，人家现在都老了，可能不可能呀、啊？
不管他想不想，咱都得把路跑到。啊，那对着。不知道人现在在不在家？半夜谈一般到两点左右才结束，他估计现在还睡着。哎，你好。你找谁呢？麻烦问一下，丽江在家不？丽江没在。他去哪儿了？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回来。哦，那他啥时候走的？他前天还在屋呢。哎，你们到底是干啥的？哈，那是咱莲花分局的，那是俺证件。哦、你来，你来，你这咋是这莲花分局的？找丽江了解啥情况呢？哦，你是公安局的啊？对对，找俺丽江干啥？哦，俺是有个案子，想想找丽江了解一个情况。哦，丽江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可能跑生意去了，还是叫你到他店里问一下，可能有人知道啊。他生意上我是，嗯，俺从来都不问，从来都不管他我事。啊、哦，不问啊、哦，那你看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？电话，我手机都老不开嘛。真是的。那是这，你看俺俩到房子里头再谈一谈，好不好？你是不相信我？到屋你看丽江到底在不在？没有。啊，你再是这个意思的话，就跑进去了。丽江确实不在。啊。你再不是这个意思的话啊。那有点实力了啊！没事，啊，这大热的天叫同志到屋里喝点水啊！啊，来，进，喝点水，来，进坐一下啊！李大队，这开着还棋牌，该不会是查滞留人口来？这是那个朋友开的，咱经常帮咱的忙呢。他对这一带也比较熟悉，咱有个啥事找个人比咱还方便呢。我就说嘛，你带我来还以为你请客来呢。过完以后一定请，现在嘛还没有时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老板在吗？您怎么能做啥事啊？是这样，我朋友找了一个客。您稍等一会儿，我叫这位小姐去帮您叫，您那边请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来，坐。那你今儿个来可是有啥事？案子嘛是咋回事？哎呀，还是你了解我。再不是为案子事情，我早都回去清静去了。是这，今儿来有个事情想麻烦你。哎，麻烦啥？你这一天起早贪黑的，弄啥也不容易，都给企业在这办事，有啥事指示？是这，在这最近发了一起凶杀案子。俺也是才开展工作，还没有啥头绪，啊，今儿来呢就想麻烦你啥呢？你对咱这一带比较熟悉，啊，谁家又添了新人手了？谁家用的人突然又离开了？啊，这些情况呢，想通过你来了解一下，给咱撒个网。咱之间也是朋友，啊，咱也比较信任你，啊，就想请你给咱帮这个忙呢。没问题，这事情是个小事情。一会儿这个事情我给咱落实好，把你工作协助，跟隔壁老板都一商量。行，快，那是这，那我就先走。我这走噻，这日到饭馆了嘛，我在这儿是个家常便饭嘛。你是这，俺的工作还忙得很，再不行来改天去。来，把烟砸上，把烟砸上。啥事嘛，人费得迷迷瞪瞪，再不是看小杨来我都不开门。很抱歉把你瞌睡打搅了，
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你一件事情。是这死人的事吗？你咋知道这事？嗨，这简单的跟我一样，上回人家丢了个包，就怀疑到我头上。他是没找我，他是找我，对不起，我非让他跟我说出来一二三不可。哎，坐，坐下说，坐下。我刚打了，我叫他看一下查空。我打官司，我要叫他赔几万块钱损失费呢。那你没有想想，人家为啥要怀疑你？这不是图啥的事儿，明摆着看我是个朝朝底子，把啥恶费都朝我这儿泼。你是不是每天把这个三轮车都在这楼下放呢？我晚上出摊儿，啊，出摊推车，晚上收摊儿的放车都在这墙上靠着。这么说，王玲房间里头情况你都看见了？我瞅那推车呢，放车呢，十一猛子，也少给一两年。咋这也犯法？还没有给你下这个结论，把你还集结涨起来。我是个执行的人，直来直去，不敢绕圈子。你的也不要绕圈子。你就是怀疑我把我女子的活给揍了。我们来只是了解一下情况。我跟你说，一，我没有犯罪动机；二，我没有犯罪时间。你把这个话说清楚。现在嘛，想办事容易的跟个一样，满大街都是鸡，你花个百十来元，你跟挑白菜挑萝卜一样，随便挑。你别看我是个摆摊烤肉的，哎，一个月捏个五六千元，松水的，我雇佣大金三人弄啥？我要我进，我还不如抢银行呢。哎，你再说说说，咋这是胡说开的嘛？你叫他把话说完。咱没有犯罪动机，钱我不稀罕，我还稀罕我有一点点蛋白质。我问你，7月27号晚上你在哪？这你到夜总里打听，我哪天是不是出摊，啥时候去的，啥时候走的，你的不是都明白了？那个丽江应该是没有做坏事，就他爸跟他媳妇的话咱能信吗？那反正有骗子在演戏嘛。哎，看他我这位置干生意做的还可以。先走吧，回去再说。你这边打听去，谁不知道我秃子？你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。剩下的事情就是你的事了，查证嘛。那好，把你嫖娼的问题谈一下。你不是最能说钱吗？把你我敲萝卜敲白菜这个事情讲清楚。哎，来，喝茶。哎，你听我胡吹毛料呢。你来看着点，但是可是他家就在这儿。哎呀，那弄不好他有人给他打开电话，人早都传。到时候看，咱慢点。哎，你放心，我点儿强得很呢。咱到了他屋里以后，咱把这推远点就可以了。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美国哈里森。欢迎光临，两位先生想买点什么？想买点垫子。你真不幽默。丽江人呢？我们老板不在，去哪儿了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他临走的时候没有跟我们交代。混钱闯荡人，大老远的人来看店，他人都不在。他没跟你说今天有人来看店？没有，他没交代。坐，人闯荡人还等着做啥？哎，两位先生，请稍等一下。啥事？你们真要盘我们的店？不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那我们这些营业员怎么办呢？店盘盘还是两个，营业员的问题我这现在还没有考虑。你如果在市能干的老人手的，我肯定都是要高薪的。我是仗着老人手，走货全靠我呢。哎，等店如果再盘下来的话，我肯定要试用你到两个月，到底看你能不能干。老板嘛，这个。哎，请稍等一下。你们这和我们老板约好了？那肯定的嘛，那难道还是假的？那我给你们说了吧，我们老板住院了。住院了？在啥地方？军医大。那你刚咋不找事？我以为你们是来要账的。他啥病吗？好像是皮肤病，其实也就是躲一躲要账的。卖馍的卖馍，三毛一个，一块四个。小伙，听你这口音像啥本地人？啊，本地人。暂时正办了没有？啊。哎，咋？有啥事？俺在派出所里。哦。啊，来来，有啥话聊？有啥事？检查一下你这儿外来人口的暂住证。哎呀，人还没办，这把娃们家是暂住证还没有办下来，人都给跑了。这咋这都是个手续嘛？那那你说这对着，就是你看我这磨破碎碎的，你知道，力薄得很，这给俺发的工资啊，就根本就留不住人家，你知道。到这来的娃都在别处寻趴活了，跑这来混两天，蹬个三轮都去卖馍。我这馍可是供娃们家常该吃，你知道？哎，过两天都混饱了，哎，这都看不上这挣钱。哎，没办法，我这一年这雇的娃们家邮费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我问你，这几天，特别是25号前后。你这儿用的这娃们的有啥反常的？那你说是？比如说夜不归宿的，突然离开的。这没有，这绝对没有。这帮娃们家都在后边住着，我想做饭。你们找谁？给我麻烦问一下，那个丽江在哪儿？丽江在这儿，自己看。对，在这儿。对，我麻烦问一下，20床得的啥病啊？20床，系统性红斑狼疮。红斑狼疮是啥病？就是个皮肤病。这个病嘛，它的内因就是大脑中枢的植物神经系统紊乱，导致内分泌紊乱。20床这个严重不严重？20床，按说他不住院也行。啊。我问一下，他啥时候住进来的？他是24号吧？24号。哎，不，还有个啥啊？就他20床，他是啥血型的？20床的血型？嗯。帮我看一下。20O 型。O 型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不，俺俩路上来打了个赌，就看他是啥血型。哎，大夫，我马上问一下，他这个病影不影响他的性功能？一般不影响。你们是不是问的有点太多了？谢谢你啊，丽江，丽江，没人，看过去。丽江，谁呀？
这里是丽江。你谁啊？丽江。俺是莲花分局刑警队的，找你有个事情了解一下。公安局的。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啥，对不起，你在外头坐一下，叫我先把衣服穿上就行。快点啊！好，你快点。抽烟。哎，算了，病房这抽烟那不太好。哎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啥事嘛？咋寻到这儿来？丽江啊，你这得的啥病嘛？好像没有必要住院。我得的艾滋病嘛。你得艾滋病是毛呢？这红斑狼疮这病听起来蛮恶啊。这恶的病症状还怕见人呢。没有嘛，怕见人。那个来的时候敲门，你躲到里边把灯一关。啊，不出去。我还以为是要账的来的，我正在里头泡一窝呢。嗯，跟你说啥呢啊？嗯，王玲你认识吗？王玲？啊。认识。认识，咋了？嗯，你得是借过俺钱的。我借王玲的钱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跟我借钱还差不多。他从我这进的货在国贸卖，到现在还没跟我结账。我不是说我这人发多大，钱上从来没打过手。你看你还笑，你不相信？哎，来来来来，来了，你过来看，过来看。先看，刚买个新福康，他在地下停着。你看我，啊，弟子，好咋飞了？飞啊啊，飞了！准备开出租车去。开出租车？这现出租车都是绿颜色的。这个想给弄丢了。你发的最大的，咋还多在呢？没有嘛，那。那个问你啊，二十七号晚上你去干啥去的？二十七号，前天晚上。哦，前天晚上。前天晚上，我在家呢。说详细点。详细点，让我想想。二十七号晚上，晚上，哦，我是八点去提的营业款，拿了营业款以后，我回到家是8:50。到家以后呢，看了会儿电视，看完电视到个10点吧，媳妇给炒了俩菜，我呢就跟俺爸喝两杯酒，俺一喝完酒，我这身上又痒开了，我就去泡了个澡，泡完澡呢，我就在里头给睡着了，这一觉睡醒12点了，我又起来，身上还是痒，木乱睡不着，我又在外边看了会儿电视，睡觉的时候，哦，1点了。一觉都闷到早上9点。哎，你该不会怀疑是我把王玲给杀了吧？啊？你说多少钱吧？200块钱。200块钱，你把我这当贼当收呢？咋？咱这是一视同仁，都按贼当收。我看一瞅，几钱不一瞅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少给你，行了行了，啊？你让我看，卖了吧？保住保住，来来，保住了，加20块钱，哎，啥玩意儿？来，老哥，老哥，你来了。哎，刚刚我啥颜色？黑的。黑的。咋光问颜色呢嘛？有颜色的。没有嘛？你看这两天都知道我跟俺小姨子闹手机，呀，非要给我银色的。银色的。诺基亚带蓝屏哦，新出的哇。啊，新出的有嘛？八 G 啥？没有的嘛，我是新机子哪来的哇？这是没有的。没有的。啊。行，那跟我插个线。王哥，你咋在这儿？给你发奖金了。哎呀，王哥，你搁哪兄弟开玩笑呢？我走咱新个地方，跟你说。来，王哥，来。来，王哥，随便坐，随便坐，王哥，随便坐。
弄俩凉菜，大量个酒，要凉的啊。华哥，看把眼睛急的，来，擦汗，把汗一擦。王哥，咋这回事情咋闹的大？不管那么多，操心你的事情。哎，这两天你跟大川胡的，把事情没当事情。嘿，王哥咋能说这话呢嘛？你王哥交代给兄弟的事情，我比俺爸交代给我事情我都办得快，跑得快呢。呀，现在啊，在全市的人都知道，我要给俺小姨子买个哎银灰色的蓝屏的我最新的我诺基亚手机。你咋知道王六的事？西凤寺多大个地方，放个屁半城人都无罪呢。严水的，你是从啥渠道，啥时间知道这事？我也是闲的骗韩盘的，夜黑没事给个朋友打电话骗的，他告诉我的。哪个朋友？常小维，做我洁具生意的，我从他那儿知道。他又从哪知道？王玲他妈给他打的电话。常小维家在哪？哎呀，家我还真不知道。有电话吗？哎，电话有，电话有，我给你查一下。哎，来来，你先坐，先坐。哎，这有嘞，你记一下，13708919943。常小伟的。哎，对，常小伟。你手机？我手机没开。一天没开。我没开，没开。一天新人太多，烦得很。你赶紧开。反正走了一天，走就走。对对对。开。你啥学习？我是欧型学。咋了？问你就有问你道理。哎，你该不会怀疑是真是我把王玲给杀了吧？不是，你说我杀他有啥理由、啥动机吗？图财害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梁老哥，刚才我确实是没说实话，我确实借王玲钱。借多少钱？借了咋犯法子？借了6万块钱嘛。当时在哪儿借？当时是在人民路，我开的车，他给我送到车上的。大街上人来人往。玲玲，哎，玲玲，嗯，来了，钱带来了吧？带来了。哎，太好了，去点点吧。哎，不是说好了8万吗？怎么才拿了6万啊？我妈就这么多了，你去哪儿用吧？嗯，行吧。那就这样，谢谢你了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别，我带你去溜达溜达。不用了。打几条了？打啥条子？你们都是熟人，怪哇哇的。他在我玩取货，我也不给他要钱，也是完了才算账的。刚才问你咋不说实话？你看王玲夫死了，我心里也害怕的很。怕啥？是你怕把我搅和进去吗？现在讲的得是实话。我现在要说假话，你马上把我拉夫妻毙了。我绝对是实话实说的。你这6万块钱。后来又没有打条子，叫我想呀。哎呀，你看看这，哎呀，脑子！哎呀，你看这脑子，打条子，是他爸叫我打了个条子。说先条子，王玲拿着。啊，小贤，啊，后子就在那儿摆摊，人咋没来？你在这儿抢桌。好，说你来来来，来，快要是坐坐坐，来。
坐回来。好。我寻思这两天生意也不沾货。哥，现在才几点嘛？天都还没有黑呢，没有人上来。就是今儿人咋还这么说？先喝点啥？兔子还没出摊呢。谁兔子啊？我出摊出的晚，不人家生意好得很，咱跟人家比不上，咱是奔量先飞。先喝点茶啊，喝点肉。啊，伙计，那个兔子27号晚上在这摆摊没？没有摆摊。27号晚上。